哎呀！小一点，我去。哇哦，对不起啊，老板，你看这我是自己带了点菜。你不是对不起我，你他妈是看不起我，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，我他妈这是自助火锅。盘点让老板蒙圈的人类。搞一碗粉汤不要粉。搞一碗粉汤不要粉。啊，对。哇，咱这甘蔗怎么卖啊？甘蔗。甘蔗。哪里甘蔗？这不是甘蔗吗？这铁架子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戴眼镜。这是不是甘蔗？不是铁架。哦，铁架了，行。老板，肉夹馍多少钱一个？6块。便宜点行吗？不便宜。那我光要肉有卖吗？可以。光肉多少钱？3.5块。行，给我来份肉。行。那馍单独卖吗？单独卖。馍多少钱？1块。行，给我来个馍。给我把那个馍给我夹一下行吗？好。师傅，这鸡肉多少钱啊？350。那便宜点呗。已经是最低价。老公，你以前卖那鸡肉多少钱啊？450啊。好嘞，知道了。给我家伙！我在这个梦想城市里。欧老，哎，这玩意儿别整一地啊！一会儿他这个就来。那个，你拿的有没有带着？有带的，你赶紧撞起来得了。嗯，撞起来，拿带着撞起来。快点撞！大娘过来给他撞。好了，大爷，行了，大娘，你这么的，我这玩意儿就拿家喂羊的了。什么我拿？你好，你这是卖彩票的吗？是的。没买过彩票，我第一次买。就是你买彩票，就是不是心态要放平稳一点，不能有太高期望。是的，随便拿是吧？啊，那你就给我拿张500万的，拿张500万的。那哪有第一次就中500万的？第一次中不了500万，中不了。那100万呢？100万？100万也不行，没有这么好的运气。20万呢？20万也没有，你只有。随机打啊，随机打。我看人家都中了500万呀。那是随机打，他运气好。我不能直接拿500万。是的，不可能。哦，好吧，那你给我随机拿几张吧。好的，谢谢。谁是老板呢？谁是老板？来了。来，你看。走。啊，就是都说你家毛毛好，我才你家吃，你自己看，都吃了了，再来一份，太好吃了。确实好吃，真好吃。这个我牛过呀。知道，别话，给我下肚都不好了。过搜索器吗？怎么过？煎的。嗯。什么牌子？哎呀，魅族啊！这个台柱的，你台柱站在哪的？台柱站在哪？马台柱啊！台柱就跟拍照了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很牛黑的，拍照，他们自动拍照了，这个机啊，前头台柱，前头台柱，你前头台柱没有？你台柱呢？你在哪里剪的？右边啊！我不要啊，这个我不要。可以了。你拿着，我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不要，真的。哎，买啥呀？半凉菜呀？孩子，买啥呀？哎，不是你跑啥呀？买啥呀你呀？跑啥呀这是啊？要是黄瓜，啥事儿啊？要黄说要黄，跑啥呢？师傅，车上可以吃雪糕不？可以啊。要不要好多？我没打车的嘛，我就是上来吃个雪糕。我给你说了的嘛，刚才你同意了的嘛，一直接人的是吧？啊。那谁让你把车停这里的？我说谁让你把车停这里的？马路子。啊？我这不是车，他都不能停。我这里停了没人管吗？啊，没人管是吧？
是有人管我们那个。哦，要是没人管的话，我把我车也搞过来，我卖袜子的，可以。我以为你说这是城管。啊，不是，我卖袜子，你可以摆。吓我一跳。哦。谁？要你说这边人能不能停了？谁让我把车子停在这里？哦。人家领导啊。老板拐我乐没有？拿本新的。多少钱？600。一般这一本能出多少钱了？一般300左右吧。那这样吧，我也别刮了，我给你算300块钱吧，行吗？耽误你了，走了吧。你好，老板，我给你借点东西呗。要什么？你把命借我用用呗。借不了。不是，要不这下雨都给我打湿了，你借我用用，我下午给你还回来。你要借命，我怎么借？哎呦我的妈！对呀，下雨打的那个。那叫伞。伞啊？啊，这没有。没有啊。啊，没有，我这就是一个太阳伞，我都没那个什么，我都没打伞来，我穿冲锋衣来。要有能借我吗？有可以借。啊，行，那拉倒吧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嗯。师傅，赶紧捞上医院，要狗咬了。那你妈的，到那行，哪医院都行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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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就想咬人。我操，你这咋回事儿啊？师傅，你家人要咬一口得了。那上哪行不行？快，要咬一口得了。不行。多少钱？六元。我为师傅举大旗，看谁敢与他为敌，四面八方皆是敌。我是你的乘客，也是你的一面旗，师傅。这个节目12块，完了之后我这个车费6块钱，抵扣6块。完了，你这是手机支付还是这个现金？我支付是你支付。你支付6块，我这个节目12块。我也没不需要节目啊，小朋友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啊。你好，我想问一下那个一件衣服多少钱？啥衣服？衬衫。衬衫10块钱。这么便宜？啊、鞋呢？鞋？啥鞋啊？就是凉鞋。凉鞋？你拿来看看吧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。什么拿什么看看？衬衫10块钱，这么便宜？那样的鞋多少钱？黑色的那个。不是你，那鞋跟那一样是吧？这鞋多少钱？10多块钱。也10多块钱，这么便宜。啊。那你给我包2件衬衫，还有那个鞋。啊、这个衬衫我要了，我要这个衬衫，还有那个鞋要，要两个。十块钱一个吗？啊，你是洗的，你不是卖的呀？对。弟弟为什么？有吸管，我拿吸管啊。啥？拿个吸管。吸管？啊。你干啥？你要喝是吧？老板，来包最贵的烟，多少钱包？最贵的啊？和天下和1916。再便宜点的呢？中华和胡云王。来包那个红梅。红梅？哎，啊！你们这里证件齐不齐全？齐全，我们证件都齐全的。那你们这里给不给员工放假？放，这个肯定放的，我们不强制员工加班的，然后国家怎么规定怎么放就怎么放的了。那行，你们老板呢？我就是啊，怎么了？没有，就是有个项目想跟你们合作一下。什么什么项目啊？就是有没有兴趣做我老板啊？你别笑、啊、你找工作的？哎、没兴趣，滚我先都推他了，还是你的游戏先游戏吗？哦，我穿上衣裳，我跟你讲，我昨天游足就想要个游戏的，那背着可好看，好看的很，还洋气，还符合你的气质，主要是。我说我还没穿过那洋气的，你先会搭配的。哦，你看，不是我会搭配，美女你长得有气质，你穿那个衣裳我都别打广告了，我跟你说。怎么样？哦，好看的很。我先，耶，我给你看看，俺这个衣裳是高级的新款。法国进口面料的，不是9块钱。可听我的气质，看可听我的气质。我知道你是谁。你这个气质太好了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衣裳穿上都给590了。然后从小到大，人家都说我有气质。哦，气质好的很，我跟你说。哦，这还是法国进口的呢，都替你穿，适合的很的很的很。让你打包吧。
这个玉米怎么卖的？10元4根。10块钱4根是吧？嗯。那我不要整那么多，我直接给你一口价，55块钱，55块钱22根行不行？啊？我也说好多钱，我就一口价，你能不能行？能行就行。想一下，想得来。想一下。啊，想一下。你想一下，我就去那边买了，就一口价，能不能行？宝宝奶粉。有。279个月的宝宝得喝点什么奶粉好一点？279个月。对呀。啊，279个月是？279个月的宝宝。嗯。279个月是多大的宝宝？就279个月。谁给买的呀？22岁。在这呢。嗯，我大弟。没有吗？他能适合他的？就成人的。不，就要宝宝的。石头还是个孩子。宝宝的。不是，你没有没有，你脸红吗，大姐？啊，没有那么大的。没有啊？没有。那拉倒，那走吧，宝宝。好，走。老板，你这炒饭多少钱一份？10块钱。那我买多点能便宜不？你要多少份？100份。100份。算你8块钱呢。嗯。老板，炒饭多少钱？10块钱。10块钱再来一份。哎，先炒我的，先炒我的。没有了吗？算了。哎，帅哥，我这里有9块钱一份，要不要？你别笑了。